第二十四题，乘二十三题，大铁球自由落下，抵达地面需花费多少时间？假设重力加速度 g 等于10公尺每秒。这题如果带公式的话，可以一个公式解决，还有一些小技巧可以用，可以帮助我们快一点把答案算出来。我们不带公式，不用任何的小技巧，直接用我们所谓的 VT 图。我们的直线代表加速度，面积代表位移。我们已经知道从20公尺的地方自由落下，我们不知道花多少时间，不知道着地的时间速度多少。根据我们的 VT 图的面积代表位移，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底乘以高除以二要等于20公尺。但是呢，我们并不晓得速度，所以我们要用直线求加速度。我们知道零秒的时候速度是零，t 秒的时候速度是 v。那么这样做出来的加速度是10，所以呢 ，v 就等于10 t， 那我们就带回来，那我们的 t 乘以10 t 除以2等于20，所以呢10 t 的平方呢就会等于40 ，t 平方就等于4，所以 t 就是2秒钟。所以呢，我们第24题问说，抵达地面需花费多少时间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 2秒。